建筑师，啊，并且在美国留学，就在讲呀，在美国吃过头路。你就像提伊讲芝加哥，你讲你爱芝加哥，我跟你讲，我比你较老。我伫伊联络读书的时阵，我嘛定来去芝加哥。迄当阵是我怕芝加哥，因为迄个时阵的芝加哥哦，治安足歹，城市脏乱无比。因为同一个市长做太久啊，迄市长叫做戴利哈，没有戴利哈，完全甲乌都交接。所以伊逐摆选举拢乌都甲伊支持掉，啊掉了以后，你就知影市政府的好康拢爱乌都包起来，所以色情甲暴力横行。规个芝加哥是垃圾吞云甲要害，啊暗时啊买阿妈，我一摆伊买阿妈去芝加哥，险命去红抢去。所以迄个经验哦，我对芝加哥我怕芝加哥。啊是安那咱老友啊，都只讲吼，我爱芝加哥。这个关键就是，那个市长终于有一天滚蛋了，换新的市长，这 change yes we can， 芝加哥做总统。没错，我最近冇去芝加哥，哇，真正发现讲，今麦芝加哥甲过去芝加哥完全不同款，规个市区的建设啊。一般这个市民伊的生活水准品质的提高，啊，特别印象上就咱一个台湾的医生，伊也是业余的艺术家，吼，就施泽山医师，伊住伫芝加哥的郊区，啊，伊招待我，讲去听音乐会。咱一般听音乐会，可能讲爱穿水水，啊，就爱伫音乐厅去听。伊个个唔是，带我去内底是一个公园，啊，家家户户家己吼，摊啊炸来吼。啊，汉堡啊，好啊，迄个肯德基 chicken 啊，好，家家户户拢坐咧草坡啊，啊，音乐会安尼，音乐安尼一直上啊。伊讲这就是阮芝加哥的生活品质啦。啊，我就是盼望，盼望咱台中市的乡亲伫11月27剩无偌久啊，会当用大家选票来改变咱台中的命运。Change for better， 而且换市长。我咱个台中都较好，所以我就讲市长爱改啊，因为我市长伊个专长是外交，因为过去做外交，我甲伊交手太一摆，伊是外交高手啊。台中市个老高年啦，辛苦啊！啊，马总统讲外交收兵，干嘛爱靠咱讲恭请胡市长去帮助他做外交啦？啊，台中市爱民人高年辛苦啊，拜托。市长爱支持苏家全，啊，当然新的市长，啊，咱老的老议员哦，来帮助新的市长，这嘛真有需要。伊是一个建筑师，啊，伊就是咧讲讲，我看伊的学历、伊的经历拢是一等一的，所以哦，予伊来当选连任吼，就对苏市长也真欢迎，所以感谢咱大家支持，谢谢。咱老国良继续来听听了咱台湾心，来画一个口号啦哈！老国良，老国良，老国良，国良国良国良，谢谢啊！上台湾心的，谢谢。